Hello，祝你今天晚餐。今天跑跑走走，跑了11公里，其中有2公里多、3公里用走的。OK，这是今天晚餐。今天有炸物了，哇塞！这样吃会不会又胖回来了？我才哇，跑得这么认真。感觉有骨头哎，这种古风有骨头要小心一点，好久没有跑步了，也没有多久，2个礼拜而已。这个月看能不能跑50公里，应该已经30了，加油远。去年我很厉害，今年没办法。这什么花枝丸啊？还不错吃的。还不错，是的。最近比较闲一点，还是要努力运动。因为休息了一天了，明天要整理工厂。好啊。好啊，这是今天的晚餐，OK，很晚吃了，拜拜。